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庭院怎么设计哦。但是要进庭院设计之前，我先问一下各位，老师这边呢有帮你们准备一个叫做即时互动白板，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我画面还给你，那你就可以讨论一下。我先问一下大家好了，请问你觉得庭院里面应该有什么东西？窗户。对啊，你如果想要设庭，好草。植物跟。桌子、植物，来，等一下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个互动白板不是要给我用的，是要给大家用的，所以我先讲一下怎么用。你进到这里之后呢，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文字框？你最简单的，你可以用打字的。刚刚有人说植物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可以用打的，这是一个。第二种方法，如果你觉得你打字比较慢，哎，你们打字速度快不快？不快。好，那你可以用画的。你看这里。这个地方有没有涂鸦的？你如果觉得这样画的大家都知道的也可以，好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你也可以怎么样，上网找一下，比如说你觉得啊这个实在是不好讲，或是你就用 Google 找一下。哎，等一下进来找图片，有没有？那你就找看看。哎，其实 Google 这边请问有没有语音的？你们的不能啦，但是我可以的。植物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快一点？好，如果你看哪一张你要，你就点到那一张，把这一张图片复制起来，把它贴进来，这样我也知道你要哪一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，但是各位要记得哦，我们这个互动白板是大家是即时的哦，而且你在打，别人也看得到哦，请不要删别人的好吗？如果已经有人待会在这里已经要打字的，请你站到旁边去 ，OK？ 可以哈，来我画面先还给你，你先看一下会不会用。你回到哪里？回到我们那个外面这边，豌豆里面你往下卷动一点点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即时互动白板？有没有？哦，有一只进来的，叫做野生山羊。你们进来，每个人都是匿名的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。来，画面再借我一下，我再给你讲一下。你看，有两只进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一个狐狸，一个野生山羊，是吧？所以不会知道你是谁，这样了解？啊、哦，然后你来这边，我们豌豆这边呢，你进到这边之后，讯息往下卷动，有没有看到它了？所以我先看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。那我怎么知道谁在打哪里？你看我这边在打的是不是蓝色的？有没有看到这里有红红的？它的颜色就跟这个颜色一样，所以呢你只要滑过来，哦，原来这是狐狸要准备在这边打字的。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个狐狸？这样知道了哈。好，赶快还给你啦。我来看看你们庭院想要加什么东西进来，好不好？我把我的删掉。哦，有人在，狐狸在黑黑黑的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在打你也看得到？哎，这样很乱，有没有？不要乱删哦。哎哎，好，有凉椅，有植物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？有人帮你删掉了啊，你看，不要乱删别人的。够的可以删我的干嘛？好，来看一下哈，还有没有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随便乱打的时候，人家就知道你是哪一个代号，就知道你是谁。好，小桌子，小桌子可以。还有没有？那个零，哦，你都不挑字的，好哦，还有甜点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在外面野餐哈。好，你看看呢、啊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有人又贴什么东西进来了？哎，谁放菜去跟上来啊？躺椅，好像可以出现在你的电视荧幕上面，可以的。哇，那谁贴那么大？先把它
缩小一点好吗？放哦，还有意大利，这个应该是意大利面，对不对？看 ，BBQ 跑出来了，哎，这个棚架不错哦。它里面是有那个像丝瓜盆那一种内建的，但是我们上网还可以找到别的。哦，所以如果说你要，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温室，温室也可以用哦。哇，你们怎么还在过冬天？啊？刚刚那个不是寒流吗？那个冬天都已经过了，你们还在寒流哦？对呀、啊，寒流都已经过了，好吗？不要再找那些人了，好吗？哦，种树很好，对我们里面有不少树，所以庭院各位想的差不多了吗？我们就要准备动手做了哦，可以了吗？准备来动手做吧。